方框加两个圆等于26，两个方框加三个圆等于42。现在让你求方框圆各等于多少。这道题的话乍一看好像不好下手，接着老师今天教你们一个新的思维，就是扩倍。什么意思呢？对比这两组算式，这里是一个方框，这里是两个，不好比。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再给它添一组方框加圆，再加圆等于26。紧接着我们就把这两组合并为一块儿，和下面这个算式来比较。那么这里两个方框，这两个方框抵消了吧？那么这里一二三四四个圆，这里三个，所以的话比它多了一个圆，多的一个圆导致的这一个结果相差多少？相差10，那就意味着这一个圆就是10，圆是10出来了。接下来方框呢？6。哦，写这里啊，6。